几点啦？不很早吗？7:50了。的新来转学生叫做简子爵，虽然是从北部转过来哦，那请同学以后要多多的照顾他。大家好，我叫简子爵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那陆明，那个子爵同学呢，就请他坐在你的位置前面哈。好。那等一下麻烦你呢，带他去领书，下次不要再迟到了哦。今天就罚你当值日生吧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上次没有听到你自我介绍。叫简子爵。爵是哪个字啊？是两个玉的那个爵。哦，好特别哦，是有什么含义吗？君子成玉，双玉成绝。明天忘记我，明天记得打球。好，拜拜。柯俊杰，你干嘛啊？说掉嘞、欸。买了饭团，来来趁热吃。哎、欸，俊杰，教练说要训练了，走啦，快点走啦。现在吗？废话，当然到了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。哎、欸，这你记得吃哦，我先走了。两个哎、欸，我怎么吃得完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应该还没吃饭吧？这个帮我吃，快点。谢谢。不用谢我啦，你应该要谢俊杰啊。哦，因为他们最近要比赛啦，所以要加紧练习。俊杰是校队的吗？嗯，我们学校校队啊，超厉害的哦。他们去年啊，把其他学校打落花流水。你觉得好吃吗？怎么了？你脸上有饭粒。在里啊？不是，另外一边。对。再过去一点。不是不是。哪里啊？到底在哪啦？在这里。蓝笔可不可以借我啊？我的好像放在家。那，给你。谢谢。哎，我问你哦，你会这题吗？哪里啊？这里。
哎，陆敏，走啊走啊，去球场。不要，我们现在在讨论功课。哎呦，现在都下课了，还在讨论什么功课？走啦走啦。不要不要啦。子爵，看什么看？走啊！你应该口渴了吧？这个给你喝。阿彪，阿彪，后面，后面。赶快把汗擦一擦，别感冒。谢谢。你知道小林他父母离婚了吗？真的假的？他妈是在后面有小王啊？会不会他爸跟母是他爸啊？你们觉得这样嘲笑别人很有趣吗？哎，等我一下。怎么啦？你在这里不要乱跑，等我。天台的、啊，妈，你的奶茶。你干嘛？我就当做谢谢你借我笔啊，然后又叫我。所以你转学到这里啊、哦，然后今天下午才会对他们的话这么生气。是啊，可是已经没事了。好啦，我到公车站了，不要再难过喽，加油。好，不会了。好啦，你赶快回去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奇怪，我的蓝笔怎么又不见了啦？哦。谢谢。哎、欸，
对了，这次考试有些内容我没上到，可以跟你借个讲义，过几天后还你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不要看啦。给你。你很奇怪，干嘛突然找我来这里？对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你可以跟我在一起吗？对不起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如果有一天，我说我喜欢你，你会接受吗？Rolling， 打板。如果有一天败了，如果有一天